哈喽，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记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玄，想记住的东西往往记不住，想忘掉的事儿怎么都忘不掉，而且它还间歇性短路。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是否有这几种经历：原本想做一件事儿，但因为一个电话或者喝口水就忘了要干什么，怎么都想不起来；考试的时候明明记得烂熟的公式，突然掉链子，哎，本可以是学霸，怎奈记不住啊。还有一些痛苦的经历，比如小时候被爸妈满屋子追着打，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忘不掉。有过这些经历的小伙伴可以弹幕一，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哆啦 A 梦：记忆面包》，就幻想过，真有这种东西就好了。谁吃得多，谁就学的好，考试就直接量体重。论吃东西，咱还从来没服过谁。当然，现实中没有这么神奇的东西，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提高记忆力。今天咱们就通过脑科学深入探究记忆的底层原理，让你像吃了记忆面包一样，记忆力暴涨。脑科学对记忆的描述比较抽象。 是将神经回路的动力学现象转化成一定规则，根据读取的外部信息形成一种内部信息表达的过程。简单说就是新神经回路的形成，可能有点深奥，别急，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大脑中有数不清的神经元，就像一座座房子，这些房子通过错综复杂的道路跟其他房子相连，形成了跟城市一样的神经回路。我们记一个新东西，脑子里就建了一座房子，这个时候它跟其他房子之间的路还没有修好，时间一长，这个房子荒废了也就忘了，这是短期记忆。 如果路修好了，这套房子跟其他房子形成了新的回路，那你就想忘都忘不掉了，因为已经形成了长期记忆。所以啊，要想记牢固，就得先修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大脑中有一个负责审查的部门海马体，它决定新房门前要不要修路，也就是你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必要放到长期记忆里去。那么问题来了，海马体判断一个信息是放到短期记忆还是长期记忆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知道这个标准再投其所好，那我们岂不是也能成为学霸了，对吧？理是这个理，但做起来并不是很简单。 举个例子，咱们都学过化学吧？上学那会儿，元素周期表都记得非常牢固。但现在，如果我问汞是第几周期，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记得。咱们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它有毒，不能吃。显然，汞在第六周期这个知识点就是短期记忆，而汞有毒这个信息被保存在了大脑皮层，也就是长期记忆。海马体判断一个信息值不值得放到长期记忆的标准就是，这个信息对生存而言是否必要。 如果一个信息不知道的话，可能会死。只要学习一次，这辈子都不会忘。这是人类大脑进化的结果。人本身也是动物，有着生存的本能。对动物来说，学习就是牢记在环境中获得的经验，来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提高记忆力，就要想方设法的欺骗海马体，让它把我们要记住的信息放到长期记忆中去。海马体神经元有很多有趣的性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LTP 现象。 意思是神经元之间的联系被长期激活了，它也是大脑的记忆之源。如果大脑出现了 LTP 现象，你的记忆力就能提高一个档次。怎么刺激海马体出现 LTP 现象呢？下面要划重点了，必考题。说白了就是复习，你可能会觉得失望，就这样，但事实如此。LTP 是神经元反复受到刺激后才会产生的现象。通过反复刺激，海马体会蒙圈，嗯、这个信息它怎么频繁的进？看来是关乎生死的，放到长期记忆去。 咱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尽可能减少反复刺激的次数，让每一次复习都能达到最优效果。一，首次复习的时间必须在一个月以内，因为海马体会在一个月内整理信息，判断哪些信息可以进入长期记忆。 考试脑科学这本书通过实验给出的最优复习频率为：第一次复习学习后的第二天，第二次复习首次复习的一周后，第三次复习第二次复习的两周后，第四次复习第三次复习的一个月后。这样可以达到高效复习的目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学霸没复习几次就记得牢，而有些人天天复习效果也不尽人意。二、复习的用功程度，不管你有没有记住，复习的时候一定要跟第一次学的时候一样用功，这样欺骗海马体的可能性才越大。 三、复习的内容相同。复习的内容要跟第一次学的时候保持一致。上学那会儿，很多人喜欢不停地更换参考书，这其实不好。复习内容的更新会让海马体误以为是新的信息，重新审核。四、用输出的方式效果更好。相比填鸭式的灌输，用试题来检验会让你记得更快，因为大脑是输出依赖性，海马体会觉得这个信息竟然被频繁的调用，那肯定非常重要。咱们之前提到过，大脑会释放四种脑电波。 研究发现，当西德伯出现时，即便刺激的次数很少，也能产生 LTP 现象。如果刺激得当，只给予原来十分之一的刺激次数，就能达到同样的 LTP 效果。别人学十次，你只用学一次，想想都觉得很爽，对吧？西德伯对记忆来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脑电波了。但它特别挑，只有在感兴趣的时候才会释放。如果对学的东西不感兴趣，它就会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你喜欢某一门课程，就会成绩很好，而且毫不费力，毕竟只花了十分之一的功夫。反过来，你讨厌一门课，成绩就会差，成绩差又加重了你的反感，恶性循环。所以，无论你想记住什么东西，先像个小孩一样保持好奇心，对他产生兴趣，就能事半功倍。如何才能产生兴趣？这里分享三个小技巧：一、创造意义。比如学英语会觉得枯燥，可以假想学会了就能出国留学、工作或者带家人旅游，让他跟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关心的人绑定在一起，就有意义了。 二微启动，很多事难以启动，就是因为觉得难。微启动就是给自己两分钟时间，先推自己一把，毕竟只有两分钟，无负担、无压力，坚持几次下来就会产生动力。三奖励回路，内在动机不足，就用外在动机来刺激，这在心理学中得到广泛认可。所以用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奖励来刺激自己，都有不错的效果。除了西德伯，杏仁核也可以刺激海马体。 杏仁核是大脑中产生喜悦、悲伤、焦虑的角色，也就是说，带有情绪的信息，大脑会记得特别牢固。这符合生物学原理，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减轻记忆带给大脑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开头爸妈追着打这些痛苦的经历记忆深刻的原因。你甚至能记得他们拿的是鞋子还是扫帚。好在这帮助我们找到一种以情绪为辅助来促进记忆的方法。你可以角色代入，想象自己就是全文背诵的文章里的主人公，设身处地的去演绎和体会，这样不仅记得快，还不容易忘掉，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要学的内容产生兴趣。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经常告诉咱们要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自身处境，产生一种共情感和同理心。这个名字可能有点奇怪，但记忆力是所有人和动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反映了对生存需求的本能。狮子在饥饿时就是发挥记忆力的时候，它要想在什么地方会有哪些猎物，又要避开哪些危险。这一点在人类身上同样适用。 其实饿的时候，胃会分泌一种叫做食欲刺激激素的饥饿激素，它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海马体，促使其产生 LTP。所以饭点之前的时间要充分利用，可以多记几,几个单词。狮子在狩猎时会来回走动，没错，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用，来回走动，海马体会自动产生新的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一边走动一边背诵了。最后一点是温度，天冷的时候，狮子会产生危机感，他们知道猎物不好找了。在温度略低的房间里可以提高记忆力，所以冬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坐在暖气前，喝着热茶，脚还放在暖脚宝里学习了。 我们睡觉的时候，海马体依然在积极活动，审查整理我们获取的信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学过的内容，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理解的更为深刻了。之前怎么都想不明白的问题，突然在某一天恍然大悟。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叫做记忆恢复，说明我们睡着的时候，大脑中的信息得到了很好的整理。相反，如果包干一晚上，第二天反倒会觉得啥也没看，根本记不住。另外，人的睡眠过程一般有浅睡眠、深睡眠，周期性反复交替进行，一个周期九十分钟。我们处于浅睡眠的时候 t 德 e 波强度最高，甚至比白天还要高。 睡眠的作用就是对大脑中杂乱无章的知识进行整理，虽然不能增加记忆的量，但能改变记忆的质。如果觉睡不好，那就是不给海马体机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睡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是记忆的黄金期，所以这段时间如果用来打游戏、刷手机，那就太浪费了。看书学习的效果会更好。根据上面五个提高记忆力的方法，考试脑科学给出一天的最佳学习方案，我觉得因人而异，咱们参考一下就好。 学霸就记忆好？错，无论是谁都会以大致相同的速度遗忘信息，这个事儿不会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二，一次学很多东西？错，大脑一次性能记住的信息量有限，一次塞入过量信息，新旧记忆会互相影响，这个现象叫做记忆的干扰。三，临时抱佛脚？对一半。实验证明，集中学习跟分散学习的第一次测试分数相差不大，但第二次集中学习的分数普遍下降明显。当然，如果咱们考试前什么都没看，临阵磨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不能交白卷，对吧？四，要求记忆准确无误？错。 大脑记忆的本质就是模糊而随意的，所以不能指望它记住每一个细节。好记性还是不如烂笔头啊！看完这个视频，关于记忆，铁子们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们对一些新知识抵触和恐惧，就是因为对记忆力不自信，担心记不住、学不好、考不过。通过上面这些高效记忆法，能够最大程度的迎合大脑记忆机制，从底层改善记忆力，所以推荐给每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小伙伴。如果觉得不错，记忆三连支持，谢谢铁子们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